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登来咱第五阶段台联之声老一点时间的节目，我是节目主持人台联党董主席老一点哈。好来，咱今麦继续讲到这个伫台湾有三个足重要、足重要的这个行业哈，还是讲伊的这个领域啦哈。但是呢，其实足严重就讲伊这内底哈，多数哈，竟然是多数，注意听。多数是废渣，或者是讲真有可能变成废渣啊！废渣就是废破，听见没有？这是讲啥笑？听啊，我是讲啥笑？这倒有这里，还是我发明的啊？老一辈发明的，敢未使哈？啊，现在叫做废破哈，啊，废了怎样？就是中国共产党共匪啊嘛哈。啊，现在叫废，那你是较早在就刚过来哦？不是，因为这要抢咱的家园，要抢咱的国家。啊！要让咱变做亡国奴的，吼、哦，让台湾人2350万人变做亡国奴的。哦，虽然讲咱即马这个国咱嘛无介意，吼、哦，这个中华民国，但是至少大部分人拢认为讲，伊这是一个国吧，吼、哦。啊，一寡较有知识的、较有观点的讲，无啦，这未永久，咱来建立一个国家叫做台湾国，吼、哦，这是正白的，不管哪是中华民国。台湾国目前拢是国吼，所以一定啊，阮这个台联的理论并无赞成迄个吼，对外，伊不是对外国话讲台湾要独立，啊，这是放屁啊！即马就已经独立啦，只是我要正名吼，要正名做台湾国安尼吼。因为你即马也不是国，啊，唔着你靠遐你的理论唔着甲北京同款哦，哦你是伊的一部分哦，啊所以你要对北京独立出来呢，头壳歹。好，本来是一个国，你讲了尾啊，煞变做唔是一个国。啊，这个国是无正常，100%无正常，国名无同款，宪法嘛唔对哦。啊，所以要证明制宪，这台联的基本理论就是这啊。好，啊讲到这吼，就是别个跳到等下，啊有废破吼，废破啥是废，啊就要伊就要灭咱的国家，啊要侵占咱的民主的政体啊，吼，啊要改变咱台湾人民的生活，甚至要控制咱的生活，咱的家园啊，这是废啊，啊废是中国共产党，但是即马伫台湾很不大，有一块并毋是因本人，共匪啊本人，吼，是共匪啊派伫台湾的废破，吼，我有讲过，这国民党吼要成，但是国民党有哪有咧反省，伊知影讲靠要。啊，顶年本选的2014年、2016年、2016年、2016年，啊，就是去哦，这顶大顶帽啊，哦，亲中统派，哦，废破，哦，叫害一个啥摆卡，哦，害一个啥个要死啊，哦，所以即马无爱搁滴这顶啊，伊即马开始换一挂字了啊，反空污啦，废话，搁是正常人，大家对一个喜欢空污啊，哦，啊，这嘛不是小英起来做三当在有空污的，卖一句实在就一天比一天较严重啊，哦。啊，过来这边死刑该死嘛，现在死但是靠要啊，开始无哩死刑无要断掉，你想开始啊，嘛是马英九，嗯，哦，啊过来这边啊，东胜人这嘛不是国民党拢主张这啊，你学白乱咩？哦，东山哦，啊个说退休金会改善这种，马英九现在就讲要改啊，是你唔敢改，无人怕唔敢改啊，蔡英文敢改，所以叫你咩？咁好啊，嗯，是啊。啊！但是这个奇怪，哎呀，怎么拢会讲这個？哦，怎么要甲大家问？拢是那吴敦义，哦，吴主席什么？听吴主席个另外一个称号叫做毛主席。一挂投降啊！怎么拢是国民党系统？哦，怎么拢要走？哦，因为薪水减半。哦，哦，这本来国民党的党员还有当选的时候，嚯，有些些啊，一通基本开拢还够4-5万呐，基本啊，他打你了。哦，啊，做主管的5-6万、6-7万，哦，甚至来迄个较高级的拢8-9万、10万，即马东山收收的了，敢那发不上来出来，哦，听讲即马拢减半，哦，减半咧靠，啊，都较大人，比大人较好一撮呢，你减半还佫比我较好咧呢，这一定啊，主席，你我说，互你要会到，哦，我剃光头，嗯，6000块。6000，搞一个6000是乜生活啦？哦，要做乞食去啊？哈，6000是讲我所有的，我内底一级干部、一级主管，拢跟他领财务费6000块，跟他迄个规工干，吼，一工8点钟、9点钟固定的，这才有领全薪。全薪嘛，我哋通关的3万，吼，哦，这个剩的2万安尼，吼，作善的就对了。吼，绝对恁国民党话惨，还袂比台联即马较惨，吼。
我们现在是在哈，这养精蓄锐啊，哈，这卧薪尝胆哈。好啦，安尼要讲啦，跳到等下啦，跳到跟跳到个主题，我这个这段来个纯是小段咧。那么哈，这个台湾的这个会渣。飞扑同济所在第一个就是媒体啦，哦，我实在讲我是无爱安尼一日一日念啦，啊念出嘛无要紧，哦，啊都两大飞扑，即我前十多年前我就讲啦，哈，两大诽谤，哦，强匪一部，强匪二部，哈，啊都中国西部甲联合部，哦，哎是，较小部咱就无在，苹果日报伊其实是反强匪，但是伊是通派，哈，伊是伊的意识形态是反台独，但是呢，伊嘛讨厌共产党，因为古早这个。啊，李志英因着即个香港种假自由民主啦，但是大家拢中国人啦，煞人甲你中国人啊，头壳歹吼。啊，媒体吼，我着讲报纸着迄嘛吼，较大着一斤半，一斤着自由吼，啊半斤即个伊嘛其实嘛是通牌，但是反共匪，即一做诶即个吼，即苹果日报，啊个像台湾时报咧有哪较等于嘛？台湾时报变区域报纸啦吼，台湾时报较无人看咧，高雄、台南遐有一寡吼读者较侪啊。另外媒体啊，电视咧，中天、中视吼，二台吼，啥物东升吼，有拢全部拢 TVBS 吼，啊较嘛是少一台半，就闽西啦吼，啊甲半台就三日较偏吼较多个啦，较有台湾意识，吼、哦，啊，我迄是干那新闻哦，剩咧嘛唔是呢，吼、哦，不然干迄谈话性节目，你注意看，生意其实伊种，伊个结吼，为着伊个作为戏剧，为着要拍出中国市场，像嘛什么华剧啦，什么华啊华流，吼、哦，都开始偏痛伊啦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我不可啊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来就免讲，来就好，较因为即外省个系统，因较好做即、這个。这个吼、哦，广告吼，广告过去的特权的时阵，广告商啥拢伫因的手里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因的节目继续熬做，吼、哦，咪讲啥飞碟电台，吼、哦，因为伊的收听率就比一般咱来好，像台本土台什么台湾历史和平的，做啊频频串，吼、哦，媒体我讲肥渣占多少，差不多三分之一以上啦，吼、哦，甚至七成八成，吼、哦，过来大学，吼、哦，咱也都啊顶段讲个大学。大学，就管中民这个事件，大家看说，哎呦哈，啊，民进党都无执政啊，你伫台大你都无执政啊，台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呢，哦，同有水准呢。我跟你讲，我去电视捌讲过，唔是台大尔啦，所有的大学，我刚跟你讲99%，拢已经私化了，啊，伊这私化方式足侪啊，包括讲啊，投资啊，啊，包括啥交流，哇，学生交流，老师学术交流，哇，这个拢通噶吼，就一定啊。十七八年前，后你读研究所，我就看到啊，淡江大学搞了，什么华学院拢请强匪来，搁底下来批评，你怎啊讲？批评台湾的民主啦，是对啊？唔对，你是文盲呢？民主文盲啊！阮民主虽然无讲百分之无，还未甲大学研究所程度，无嘛高中的程度，文盲你批评高中毕业的，是对啊？唔对？我讲了。下骹我咧四五百个研究生，大家哦，那个鸡啊拍破啊，唔敢拍出声，哦，但是轰轰叫啊吼，即第一顶迄种淡江化学院院长啊，都畏恶吼，啊，大家讲说来讲靠要，听讲话叫讲话来训话，那个人伫遐吐槽啊，吐槽就是台湾的民主的本质啊，唔敢吐槽算什么民主吼？哦，这是台啊，台湾来讲吼，即。蔡英文啊，讲真正这任下任政府无甲大学全部并掉，甲这决策部门拢并掉，吼、哦，你通费的伤严重诶，吼、哦，啊是无台湾意识诶，这拢换人，吼、哦，啊无补贴无补助停起啊，吼、哦，后者咱诶高等教育代表咱这个国家诶大脑大学生，吼、哦，毋是干呐台大160间，实在伤侪啦，80间就差不多，遐侪大学生啊，拢甲中靠甲中国交流。在你维持吼，哦、什么体统啦吼，啊、哦、个一定爱收啊，哪个学生无讲这学校会倒去吼？这大学即嘛嘛是会渣上济所在吼，尤其大学个唔是讲学生个啦吼，即老师内底教授吼、哦，学校个行政部门拢全力负责啊。咱小等下要来讲最后一样就军队吼、哦，军队个会渣化吼。哦
军费的非破坏，这足严重诶。啊，要安那看？咱卖去侮辱讲现任的这军人，啊，伊比这兵啊，哦，伊个台湾人去做兵的，哦，卖去侮辱这。但是你刚才看遐退伍的，哦，黄埔军校，哦，这陆军军官学校退伍的，都变做反政府的分子，是啥物国家？嗯，所有的国家来退伍兵啊，人照讲就是同死忠的，哦，爱国爱国主义者，这对国家是同忠诚的。哦，所以我食淡薄仔亏嘛，原伊少年的时连命都无下，你天天国家，佫会爱钱吗？哦，但是偏偏咱台湾哦，哎呀哪呢？咱的退伍了，上校啊，哦，中校啊，退伍的，哦，一个中将、少将退伍，啊，开拢变，拢，哦，伊对内伊就反台湾的政府，啊，对外亲中，我去听，听中央的训话，听习近平，这头家真正有问题啦，啊。要不要让他们唱你滚到这边修正啊，哦，休息一下，继续回来。